我不是拍了一支 GD Sleep Back 的影片嘛，然后我还有收到韩国人的私信，我必须翻译一下才知道他称赞我什么，我就去翻译了一下。GD 따라하지마병신이所以现在觉得你是腰痛吗？我有僵直竖脊椎炎。脊椎炎是？脊椎炎你就待在家好吧。我不是拍了一支 GD Sleep Back 的影片嘛，然后现在观看有200多万，转发有快3万，然后发现下面留言居然有很多韩国人 tag 别人来看，说很好笑啊，哈哈哈之类的。然后我还有收到韩国人的私信，不过因为我看不懂韩文，我必须翻译一下才知道他称赞我什么，我才可以回复他嘛。所以呢，我就去翻译了一下。GD 따라하지마병신이不要模仿 GD 你这个白Catch me on fire、啊、就맞은것처럼 damn damn damn